玩多一阵就抽筹。上一关的满足感比较差，所以玩多一关。Harvey's box。个音效比较似一个恐怖游戏嘅音效。1969。今日喉咙有啲痛，讲得太多嘢。有只雀嘅形，都系有只雀。都是有隻雀的影我是一隻雀来的，跟住在一个纸箱入面。 OK， 安全起见按我攻略出来先，虽然未必看。我应该开 game 之前就揿出嚟。Moving to Rusty Lake， 喺 Rusty Lake 系列未出现之前就已经不停出现呢个关键字啦。一转四个方向先，呢个系咪储粮嚟噶？呢堆对一只雀嚟讲，去睇 YouTube 先。啊 ，OK。有啲小型嘅不错。呢两个都可以放喺度。冇咩好办法喎，逐个试咯，唯有。一先。唔系好知个规则系点。将啲一贴埋一齐咧，需唔需要咧？
冇得转嘅呢啲。四。有一呢冇一啦。识读音符，用数字嚟表示啦。三三四四三三 ，sharp。记唔到，影相。这个是 B A G G sharp 喂 so 没事我会弹了两个出来 A B D B A sharpA G sharp A OK 又是憑空變出來的哇你做雀仔都有刀用 OK Every row and column. Never three in a row. This is what game?四个
系呢种玩法。咩料？咩料？话你客，你客串得几随便咯，啊，乌鸦人，你呢？其实我大把道具未用，只不过根本唔知点用。呢两个符号又唔知系咩。Never free in a row. Actually, it's quite free, so to speak. Okay.铺晒上面先，之后再决定点样调位。剩下呢堆比较麻烦，我得四个打直啫。即系其中一条打直嘅系咁样组成啦，其他两个系咁样组成。如果系中间的话 ，OK 都放得落。侧边呢应该系冇问题。
OK， 呢个仲未有提示啊，即系睇一睇先。每个地方都要有三杯，每行每列都有三只。呢啲系唔可以调嘅。好，简单，小多库嚟嘅啫。啊，Firefly， 成炸到佢都未用过。Lighted match。得物无所用，有咩可以笑？我又唔可以 combine。有三个 cube 喺度 ，OK。
点睇呢个解码呢个谜？系咪难得滞呢个谜题？啊，点搞啊？如果我要将所有嘢搏起身，应该系冇可能够用的。至少呢度呢四个都要系同一个。是同一个数字，但是根本没那么多。如果换做二呢，可以放这里多个二。你这两个有机会互换。有三在右手边是有的，这个一定是搏住他的。如果我放三在这里，这里要接一个三，你要接第二个三。如果我放四，呢度要接一个三，个四的话，我个四喺度，呢度就一定系第个四啦。又都有两个选择，嗯，我试呢个先。这个一定是放在这里或者那里的。三的话，是的。在右手边都有两个选择。好难啊。一，好多一。这个要是四。啊。随便猜一猜先，四要在左边，
冇录咯，一个录都冇。更加冇咁多个一俾我用。試下唔好理呢兩個先，呢個係一或者五。如果放一的話，呢個一定要擺嘅。如果放五的話，仲可以二選一。四在底的话，有这个可以用。一在左边，二在右边，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。我想想，这个是，这个算是什么游戏？摇牌啊？摇牌的规则是什么？到底依旧系咩嚟？等，条牌系用啤牌玩的。名都找不到，这堆牌叫什么名字？
喺冇 keyword 嘅情况之下 ，Google 系好难。系咪应该喺度放一放气？试埋先，至少用我估计出嚟嘅规则试落去，应该系将同样号码放埋一齐。非常肯定冇一个一二嘅牌可以放喺呢个位置。三是不可以放在底的，所以就一在底的话有两个选择，但是我要博二在右手边都是有两个选择。 OK， 至少放埋呢个一，系啦。四喺右手边，冇可能系呢个，呢个六系一定要咁薄噶。这个一定是要打横，因为之前研究过。所以这个一定是四了。哇，吓鬼死我，竟然真的估啱。哇，吓鬼死我。嚟 paper， 哇吓得我啊！竟然真系估啊！呢个系咪要？咦？几时？哦，啱啱攞嘅，啊，非常好，跟住做就得啦。右脚踢起。两只手伸高，中间唔知道放啲咩落去。
攞住个嘴啊！嘅乌鸦人明明之前都系扮演啲恐怖角色嘅，喺度而家纯粹喺度客串。运作OK， 改变音符，但是是不是跟你有关？点记啊？点记啊？记唔到啊！两动两画，一动一画，一动一画反转，两动两画反转。两动两画，一反转，二反转，点样反转呢？反唔到转。系啱噶，系啱。最后嗰下个水位要跌到最低。咦？
sorry， 你过。完全搞错晒。要天花板一啲用，不可以望上去，点啊？可以做咩啊？仲喺度，谜就解晒啦。提供啦。哇，咁高难度。掟晒啲萤火虫出去。好。真係唔可以再玩，保持位置。